早安，早上好。早上好，啊，不是黄毛，是前段时间我在网上买了2瓶染发剂嘛，想要染那种绿色，哎，不是绿色，是要染那个灰蓝色，然后染完之后颜色有点问题，现在就是现在视频里看着很好，但是有一点泛绿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就。它出来是绿色的，催眠自己，这种颜色也很好看。可能是我染的染发膏手法有问题吧，反正它出来颜色不是老对。对，它很好看，催眠自己，绿色也很好看。的房间号，胖了，我没有胖，我只是平常穿衣服比较宽松，好看的发色都是掉色掉出来的。但是说，那你觉得我等会儿我颜色，它会绿色，它会慢慢掉成什么颜色？草绿色。去重庆待了几天，然后刚回来没多久。最近家里也是频繁下大雨，等一下头壳嘛。如果你们想看的话，我们等一下可以头壳。得，这个黑壳是客户定的，但是突然发现它配这种大一点的假发也挺好看的，给它遮住。多层，一上来就多层，多层也不是不可以嘛，但是怎么实现多层这个目标，就靠你们了吧。想看皮，都想看皮啊。那等一下混呗，反正今天周五，应该有一部分人应该明天不用早起的吧。已经是舰长，说话必须要炫耀一点，不是，这句话不是应该说是已经是舰长了，说话一定要硬气一点吗？对吧？微恐也好，微恐得找找，微恐没有那么快。
我现在，你等一下待口，我现在给我的直播间搞一搞，我有点忘了怎么搞了。添加。哦，啊，我最近学了一个制作口罩的方法，然后等一下我找一些东西，然后再做一些新的口罩。然后感谢榨汁的柠檬投喂的小礼物，感谢柠檬突然出现，突然消失。60帧，60帧是什么？是你那边太卡了，还是我这边清晰度太低了？啊哈，我把评论区单独弄出来，方便我看。谢谢榨汁的柠檬的小花花，恭喜我们的柠檬成为我们的榜一。啊，反正。今天为什么突然直播呢？你们还记得我上次突然的直播吗？上次直播的时候，因为本来是给大家，流程度不高，就不是我不怎么会调。明天我找我那个专门做直播的那个伙计，让他过来帮忙给我调一下，我也很久没有调了，FPS。啊，喊起来多层。对，突然直播，上次直播因为直播可能出了一点点小问题，主播都有一个那个12分还是10分的那个信用分还是什么，然后如果那个分扣到底的话，你这个主播就等于说会被整个平台封掉。然后因为上次直播他说我涉及到带货的原因给我扣了3分，然后我去查了一下那个分怎么补回来？他说你正常开播，然后开几天会补一分，开几天会补一分，所以我现在在补分。可能是我上次那个卖二手头壳那个文字忘去掉了，然后就看见了。对，就是那个玩意儿。直播也不能干聊嘛。然后，那我如果没有人冲的话，那我们把选择权给亲爱的榜一。然后柠檬，你喜欢什么？你喜欢头壳多一点，还是喜欢皮多一点，还是其他？啊，我们把今天的选择权给榜一吧，好吧？谢谢大魔王小花花。我们把选择权给榜一，然后看榜一喜欢什么，然后我去准备一下。上次那个二手头壳有人戳我要，然后我一直在跟他聊，就是给他让他拍定金，然后他有将近半个月还是1个月，都反正一直就聊，但是定金就一直都不拍。然后我感觉这个人可能有点问题，然后我最后就问他，你定金你还到底拍不拍？然后他又没回我，最后我就把他拉黑了。我感觉有个人捋我，川皮吧，行吧，我去找一下，找一下皮。如果不考虑戴头壳的话，我就拿一件白色的皮了。
紧身衣配面具，榜一只说了紧身衣，有没有面具？你自己努力一点好吗？这件皮感觉出镜次数蛮多的。我怎么那么多皮？买呀，对呀，皮的数量你买的多，它就多了。其实我还好，我已经过了那种疯狂买皮的那个阶段了，好多都没有，近些年都没有买新的。伤员拒绝躺枪，啊，你是柠檬是群里那个天宇吗？你的脚还没好吗？扔了好多皮，是该扔了。有些皮，它那个是年头久了，确实是该扔一点。礼貌问候一下，今天工作做得怎么样？我等那个建模等了好久啊，感觉。那今天怎么样呀？还疼吗？是不是快该拆石膏了？强迫性休假，哦，我这个手指都很紧。手指变松的问题，我倒是还没有遇见过。目前也不知道它过多久会恢复一点点。平白无故就被扣了3分。哦，少了一根手指，接回老家养伤了。老家有妈妈照顾，应该确实会好一点。就老老实实养伤吧，反正按照这种情况，你也啥也干不了，就当一个漫长又无聊的休假。好嘞。我去拿一下我那个沉甸甸，就上次给你们说的那个东西。这件皮是哪家的？这件皮是我年头算久，经常穿的一个皮，然后它年头很久了，所以我也不清楚是哪家的。发动机撞坏了，它发动机撞坏跟你关系也不大，它应该是全责，对吧？哎。我正在穿，哎，你们别说我呀，你们说我啥时候穿皮，你们啥时候送礼物呀，好吗？虽然我不是一个什么正经的主播，但是我跟普通主播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你们送礼物我会很开心，不能老想着白嫖。怀疑你有多硬，骨头都很硬了。人家发动机坏了，你骨折了，大概算是一半半吧，半斤八两。谢谢细雨的打 call，恭喜细雨成为我们的榜二。舰长每个月都在那续着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你老就老老实实在床上待着吧，好吧，不是老老实实在船上，不是船。老老实实在船上待着吧，忘记定制直播了。
那行，那下次也不下次了，你就说你喜欢什么，我们下次就安排。不行，我要穿裤子，我要退出画面。六。里边那个垫子老是翻过来，所以需要给它调整一下。好嘞，完了，是这样吗？凌波丽那期我找了，没找到，没找到什么呀，宝贝？大老师的名言，在床上的应该是我，是你，你现在状况可不就是跟床同生共死？难怪原来就一个 logo 的标签，你是在找我吗？找这个直播间？我们直播间是开是不开的 全靠主播为爱发电 怎么湿了？有水。谢谢糖橙布丁猫的打 call，恭喜布丁猫成为我们的榜三。好，我们现在榜一、榜二、榜三都有了。我也是一个有排面的主播了，谢谢西雨的小花花。没有粉丝牌的朋友啊，你都可以把粉丝牌挂一下。新来朋友可以挂一下粉丝牌，然后你挂完粉丝牌之后，每天观看主播之后，好像是你观看一定时间之后就可以领那个免费的小星星礼物。谢谢柠檬的牛啊，小礼物，头发长长了，我一直都是这种发量，就一直到这儿，死活就再也长不了了。但是我觉得。如果去理发店拉直一下会长很多，哎，草绿色假发，别看了，越看越伤心，提一下裤子。每天都直播吗？每天都直播吗？这个梦，哎，这每天都直播这个要求就是一个梦，会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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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肯定会的。我会努力当一个勤劳的、正常的主播。这不多加几个标签引流，引流，大老师的名言。如果你是爱好者的话，你可以加一下我们的粉丝群，就在我们下方主播这个摄像头下方是我们的粉丝群。然后有任何问题或者是同好交流呀。或者是平常聊天划水啊，都可以在群里面。主播直播时间非常不固定，然后大部分是因为现实生活是比较忙的，然后所以我们直播的话，有一点点难，很难做到，就是说每天都会直播。但是我尽量啊，我尽量满足大家，好吧？雅马哈的头盔质量真好。我头盔是 AGV，感谢战神天高地厚自动续费的舰长，解锁了舰长日志，啊，恭喜天高地厚成为我们的榜一。请问白嫖看美女犯法吗？白嫖看美女不犯法，但是美女会生气。水直播，都知道我在水直播。啊，都是上次直播闹的，然后突然之间告诉我，然后你涉嫌带货，然后咔哧一下就给你禁了一天的直播，然后又给你扣了3分的主播分儿，然后搞得我现在还要想办法把那个3分给补回来。
白嫖，白嫖你们就很过分，你知道吗？你们要经常白嫖的话，说不定哪天清宫就罢工了。我要罢工了，你们往哪看去？嗯？今天没有头壳吗？今天可以有头壳。主播这边直播内容就是，只要你想，就可能有。学学你，哎，对，我们战神大人多给力。恭喜战神今天成为我们的续费舰长，哦，不一次，不是第一次啊，从来没有白嫖那么一说，看到什么？你看到了人，看到了猫，感谢细雨的小花花，有交易吗？我皮都穿上了，交易就二选一吧，因为交易的话。他，我现在着实信有余而力不足，但是我可以把交易挂出来让你们看看，看着他，或者是穿一件比较类似于胶的衣服，好吧？突然发现我染发了，对，我那个蓝色的染发剂硬生生给我染了一个黄绿色出来，这就是我染发的成果。今天实际上也没啥主题，主要是补分。上次扣了3分，所以这次要补一补。千万不要再进我直播间了，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干。蓝色掉色就是黄绿，但是我现在染完就是黄绿。你说它掉一掉还能掉成什么颜色？嗯，大老师的名言找到啊，找到我们的群啦，找到我们群就加一下，等一下。如果管理员看见的话，会把你放进去的。只要不是那种，违规名称或者是一级小号都可以。好久没有看到直播，对，我直播确实慢了哈，这个没办法。2077被超管毙了，是不是有什么违规啊？有些游戏好像确实不能播，还有一些就是莫名其妙，他会给你一个理由，发到你私信里，扣了5分，那你也需要补一补啊，如果你要想接着直播的话。小鸟想问什么呀？小鸟酱一头问号。哎，我去给你看一下这种类似于交易的群。赛博朋克，哦，那就难怪了。赛博朋克好像有些画面它确实会违规。说不定你装一下可爱，超管就不觉得你违规了。很久不播，粉丝排都灭了，哎呦，灭了，你给他点一下吗？我保证以后会经常播的，绝对不会让他再灭了。点啦！爱你，违规，不知道我能给他拉上的吗？这个是镜面皮，准确点的话应该是镜面皮。正皮的话就是亮度比较高。但是就是寿命不长，而且弹性一般。发言会有屏蔽词汇吗？应该有吧。屏蔽词汇一方面是比较大众的屏蔽词汇，还有一种就是主播自己设置的。谢谢布丁猫的小礼物，
我现在卡拉链了，我拉不上。虽然它不是胶衣，但可以给你们营造一个胶衣的效果。这个拉链太难拉了，它绝对不是因为我胖，它那个隐形拉链的扣扣特别难捏。好了，穿之前不要拉到底，如果不拉到底的话，我那个屁股那儿过不去，肩膀那儿过不去。入镜范围也不是很大呀，毛孔。这个裙子，它的这个领设计的有一点问题，就是平常穿不出门儿。要不然就容易露内衣，但是你穿个皮再穿这个好像刚刚好，是吗？哦，它是 PU 皮的一种，叫镜面皮。这是胶裙，对，自我催眠，好样的。最喜欢那种能自我催眠的观众了。谢谢锅包头里的吃瓜，我给你们换个用具。谁说的？我上次刚带的用具。你说什么？领前面高一点就可以当长服了。我买回来本来是来当长服的，然后这个位置露内衣没办法，就只能平常穿皮的时候穿一穿。卖洗衣机的模特，别了别了，这个洗衣机是自家用的，自家用的。哎，谢谢细雨的礼物和菊三三的菊猪的礼物。好久都没有看见居住了，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问题。这个是 M 码的，它不值钱，就是你去淘宝搜这种PU 皮的裙子，我感觉大部分其实不值钱的，就随便买，不合适的可以扔，都很便宜。抽洗衣机我抽不起，但是我可以给你们抽口罩。喜欢看我蒙面样子，那我把头套戴上，戴一会儿，让给大家看一下，好不好？戴头套吗？皮是谁家的？这个皮我买的时间比较久哦，大家那个不真我是真不知道是哪一家了，但是戴时间很久，我没有出现那种手套变松的情况。给你看，我最喜欢这件皮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它手部的裁剪特别合我心意。那烫只小胖指头，戴头盔卖不卖呀？头盔不卖，我就这一个可以不卖。给你们戴头套看一下吧。
好多皮都手套松，你这件皮是比较贵的，就是你找个量身定制的店家去做。如果你去买那种大厂出来的那种均码的皮，或多或少都会有那个手部不是很贴合的情况。有防毒面罩吗？有，但是我老是忘记给它收哪儿了，好多东西都有，但是。因为家里装修嘛比较乱，哎，别问我为什么装到现在没装完，可能每个人都有一个拖延症吧。他现在还在，估计在某个箱子里收着那个防毒面具。这件皮是定做的，它不是均码。买均码或多或少都会有，但是性价比毕竟在那儿放着的。卖的那么便宜，就不要求什么了，对吧？哎呀，唯一不太好的就是我头发有一点厚。如果不好好弄一弄的话，它有时候会夹到头发，很痛苦的。然后现在是完全黑屏的状态，我已经看不见你们说什么了哈，那你们自己聊吧。我应该按照我的经验，我现在头套应该是戴对的。我现在看屏幕就是黑的，就什么都看不到。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到那种布料摩擦的声音，可能是因为上次洗衣服的时候没有放那个柔顺剂，所以它摩擦起来声音特别大。但是这件皮之前穿的时候就非常的丝滑，现在就是声音有点大，现在。什么？指甲皮好一点定制的话，你像定制皮这个话题的话，你就可以放群里聊，群里玩家比较多，他会给你的经验会更多一点。不是洗衣机的模特。全包的防毒面具，我防毒面具收到箱子里了，但是现在找估计不太好找，之后可以给你们找，先找一找，放到手边，下次直播的时候就可以戴了。恭喜小易成为我们的粉丝团成员，全包面具推荐军用面具，军用面具啊，这个我不知道，这个触及到我自己的知识盲区了，头盔。那等一下，我戴一下再给你戴头盔。我刚刚
戴那个面，那个头套的时候看不见弹幕。等一下给你们看一下，有录播吗？没有。穿 K 皮，我等一下再套一层，这样头套戴上去还能看得见字幕。我穿上就懒得脱了，要再套一层的话也看不见，就这吧。谢谢锅包的吃瓜。全包的皮，K 皮有，但是 K 皮你全包完再戴头壳的话，你看不见，就是直播的话会有一点点的局限性。谢谢啊，这什么啊？为什么你们不能起一个好念一点的名字？GKL5 头一的干杯，恭喜！L5成为我们的榜二，谢谢细雨的小礼物，恭喜！哎，这么快细雨就变成我们的榜二，恭喜我们细雨攀升为榜二。穿胶衣比较好看，今天是时间原因，可能大家看不了胶衣了，但是你要真想看，我要不把胶衣拿出来挂在后面衣架上，你假装看到了。明天跟今天本来说好要去泡温泉的。然后姐妹有一点点事情，所以等明天她拔完智齿，明天我们去泡温泉。谢谢布丁猫的小花花。泡完温泉晚上，明天晚上吧，明天晚上我们播交易好了。这两天要抽时间，因为跟摄影约时间要去酒店拍一套银粉啊，就是这个拍银粉应该很早很早就应该提上日程了，但是那边沟通一直没有沟通好。有回放吗？还有全包吗？有回放吗？没有回放，但是我可以再给大家带一下，好吗？本来我可以一直带着的，主要就是因为带上之后看不见弹幕，影响交流。刚刚有朋友说要带上全包之后戴个头盔，好了，我给你看一下，其实我也不知道头盔戴上怎么样，反正我看不见，你们自行。之前聊吧。它不厚，它只是普通的那种面料，就是会透光。但是你要像看字幕这种比较细小的事情，它就干不了。银粉你们看不了，银粉的话是要拍成照片的。直播播银粉的话，还是会涉及到看不见这个问题。对了，为什么戴完全包还要戴头盔？
感觉真的变成了洗衣机的模特，像不像洗衣机的模特？嗯，后面那个是暖气片。橱窗模特的假人，皮在哪里买的？好贴，皮是定制的，好吗？然后店家，因为我这个皮它不算年轻，所以我不记得是哪家店了。穿上会不会困？会，因为主要是我皮大概就是买回来之后，它其实最多的用途就是穿上之后睡觉，然后所以会形成一点点的条件反射。真的，你穿上皮如果养成习惯之后，是真的会困，特别是那种包的比较贴身体的，像这种，你包括手指头啊、指缝啊什么都照顾到这种皮，会犯困的。要不暖气片直播抽了。你们怎么什么都想抽？嗯，这件的话是它只有中间一条缝。嗯，DMS 加皮我还说实话，因为我最近些年买皮的欲望降低了很多，所以他家皮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买过。如果你买完之后，一定要把你们的感受告诉我，最近有打算买，但是就那种不是特别迫切的想要去买，只是说碰到比较好的就想买一件，就那种可有可无的购物欲吧。抽皮，我又没有新的皮，我可以给你们抽手套，把几只肥猫，肥猫不抽。你要想养猫，你可以来接，因为我捡了2只流浪猫猫，就那种被遗弃的猫猫，或者是走丢的猫猫，有2只，需要找主人。女装时间，可不就是女装时间呀？没有问题啊，对吧？还有你粉丝牌都不换，你都过来，讨厌你哦。格式化的清空姐姐，嗯，好了，我在，弟弟，你干嘛？等会再戴头套，可以。想太多了，皮友推荐了吗？想入了，皮推荐的话，这个话题你应该问群友啊，群友多神通广大，什么都买过，我没买过，他们买过，我买过，他们也买过，绝了。麦姐家算是比较老牌的店，反正不出错的话，麦姐家。如果想要尝试一些比较新奇的，比如说新的面料或什么样，你可以尝试一下新的店家，然后回来之后告诉我们具体的感受。换回来了，亲亲宝贝，什么亲亲宝贝？新款没戳重点，新款。嗯，是那个头壳吧？我看那个头壳好戴不好。那个头壳明天就要发货了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。我觉得意外觉得这个壳配今天的搭配应该挺不错的。
我拿一件白色的毛毛，还是拿这个毛，这个毛把啥子拿了，老黑，老黑家听过，但是意外的是这家我没买过。人在国外，跑的还挺远，一个个的。哦，三袋。因为我现在没有那个开录播，然后等一下试戴一下，你们帮我截个图发到群里，我想看一下戴怎么样。我觉得其实个人感觉上觉得应该会很好看，但是我还没戴过。哎，附加项目，比如说加个胸呀，比如说帮布开一个拉链呀，是吗？是我想的那些吗？算了，我开个录播，看一下效果。我都找不到我的鼠标在。意外，刚刚是我要点录制，然后不小心给它关了。原谅一个盲人吧，这没办法。呵呵，这是什么盲人点录制，然后不小心把直播间给关了。好，我现在开个录制。好的。你看，我又炸出来一个啥？又一个带着别家粉丝太太来直播间的，有牌赶紧换牌啊！没有牌的话，尽量不要带别人家的太太。要不然清空姐姐会讨厌你的。好了。反正我现在看不见，我就随便说了啊，你们回复我也听不见，就这种跟别人骂战，你就随便骂，反正对面说什么你也听不见的感觉还是蛮爽。先把魔术贴去掉。哎，问题来了。隐隐约约能看见一点点东西，但不是很明显。我都这样了，我还能看得见东西，太屌了我，不愧是我。接下来给大家表演一个盲人赛加赛。脚上是不是不好看呀？我去看一下。只能看见一点点自己，然后还要自己戴假发，所以戴上的话就不用提醒我了，我又看不见，能戴上就不错了。
完全看不见。哎，好了，那个壳效果怎么样？你们可以告诉我了。哎。谢谢细雨的小礼物，谢谢布丁猫，嗯，谢谢 GKL5，哎，恭喜 GKL5的碧克拉成为我们的粉丝团成员，嗯，好像有一点语病，穿的拖鞋吗？我穿的凉鞋，夏季凉鞋。哈哈，黑色打底好一点。是吗？那我该买皮了。我那个黑色打底是一个网纱的，但是网纱那件黑色打底有一点构思了。我可能最近买一个黑皮吧。好了，我决定了，我要去买个黑皮。又想起了他的账号密码。不是什么。就是忘记账号密码这种事情，我不信你们没有忘过，对吧？特别是现在这种登录又不需要经常的输密码的时间，但是我以后会直播的，我会经常的，对吧？麻烦通过一下，好的，我看一眼，等一下管理员看见我让他帮你们通过一下，黑皮不错，买，只要工期不是太长的话可以买，对吧？嗯哼，小忽悠，嗯，好耳熟的妹子啊，应该是个妹子吧，因为能传到我耳朵里的，基本上有印象都是妹妹，都是妹妹。我回来有个一两天了吧。头壳工业化。不好说，感觉上不太可能。下一个是硅胶吗？但今天没有硅胶面啊。穿上了睡不着，跟我穿上了能睡着，咱俩属性是反的吧？你想要达到工业化，你比如说外面小孩买的那种孙悟空的面具。它为什么价位那么便宜？就是因为它一件生产下来，可能基础打底就要有，万件打底，就是一个模板，它至少要生产一万，咱往小了说就要生产一万件。但是头壳你要一个型号，你要生产一万件，我觉得不可能，因为它一是人那个小众文化，它那个人的基数没有大。没有那么大。第二的话就是头壳，我当然希望我的头壳五花八门，什么都有，但我不可能逮着一个头壳很难，对吧？就比如说 EVA 我都觉得不可能。穿 K 皮吗？不会再穿皮啦。等一下给你们看头壳。头套，恭喜细雨成为我们的粉丝团成员，谢谢细雨的小礼物。就是它基础费用在那摆着，你要达成工业的话，你至少基础要万件打底，才能就是说有具备开模的那个性价比。但是你一万件做出来，你不一定能卖得出去，撑死了几百个吧。几百个都不一定有。谢谢 QBT 的舰长，恭喜 QBT 重新成为我们的船员，恭喜，好久不见啊！啊，一上来就放了个大招，薇娅是硅胶面吗？硅胶和头壳一起销售效果会更好。哎，其实我最近在看一些博主给硅胶面化妆，有一点想试试，一个都是大航海。
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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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船员就固定那几个，我都可眼熟。想看看博主有哪些皮，我的皮你持续关注下来，你总有一天能把它看完的，好吧？好久不见，说话硬气一点，见长嘛，说话要硬气一点。头壳进度咋样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你要是单主的话，最好是问一下店铺那边。好久没戴面具了，因为我想把他那个妆给卸掉，重新上一个妆。最多穿过几层，四五层吧。你再穿的话，你最外面那层皮会撑破的。啊，阿郭郭郭。原味锅，锅也没睡呀。我这是穿了一件全包的皮，然后外面因为他那个直播间规范嘛，我怕那个超管再来封我直播间，所以我外面又套了一件裙子，是这样的。因为我上次直播的时候他就给我封了一天，抱歉，后怕，久违，发际线。那你染了一个浅头发，浅颜色的头发，它发际线就是视觉上会往后靠一点，这没办法。加强版的仿 PUP， 那还是不透气啊，那我直接买个胶衣多香。好久没见，对，是好久没见了。全包防毒配胶衣，我们明天胶衣。明天周一的话，就顺便把防毒面具给翻一翻。明天一定要来啊！我明天直播周一，好吧？谢谢军用科技公司的李花。你看我这念这个名字的时候，我声音都是颤抖的。这，你们起名真的越来越大胆了呢。10月7号，我们有漫展来做嘉宾吗？袁郭郭郭郭郭郭，你现在。已经财力就是可以，就是你自己办的漫展吗？我天，那你好棒棒啊！透气的，这也是加强之一。我还是觉得胶衣香，胶衣是永远的神。啊，怎么就 OK 啦 ？QBT。空空的头壳哪个戴着最闷？当然是 EVA 那个了，就是反正就是最闷，没有最，只有之一，就是所有的全包的硬质假发壳都不会比半面是透气性最好的，也是我经常用的壳，但全壳的话，可能我半面戴习惯了，全壳确实会闷，会上一个度。郭郭郭，其实我都忘了郭郭是哪里人。凌波丽的硬头壳的话，你加粉丝群，然后戳群主，在群主那里下预订单。我失忆，这不是失忆，是因为认识的人太多，然后就中间就混乱了。拳头的鼻子不开孔，半点都收不住。我啊，那么我告诉你，我的拳头、鼻子和嘴，除了眼孔，什么孔都没有。就是有时候就会思维混乱一下，就突然想不起来，就或者把两个人搞混，都是很可能的。所以你到底在哪办的漫展？瞻仰一下，脸大头壳都得要定制。不是脸，是头围，也需要每次买全壳，特别是全壳，半面没那么多要求，但是全壳一定要量头围。14年买的，那要不要试试最新款？就我旁边放这个图片，凌波丽。我是洛阳，河南洛阳，好吗？谢谢小熊软糖的小花花，后面那个字我就不念了。文明
这时候你不应该加两个词吗？加个形容词，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什么什么什么，买了个叉叉，觉得小了。恭喜锅包成为我们的榜三，谢谢锅包的小礼物，恭喜！我们那什么榜三的话，竞争力还是压力比较小的，手套不错，黑桃哦，黑桃这个一毛不拔二百日，谢谢锅包的小礼物。原来你还在吗？我以为你已经忙到没有时间去看直播了。公公播到几点？晚会儿吧，因为我是晚上吃完饭躺那儿睡了，睡到11点，其实这会儿也不困。行吧，看在你们刚来没看，就戴个头套。咕咕咕咕。蝈蝈竟然半半长了呀！这可能是我最近听到的最惊喜的消息。我要把论教的拌面改造成机甲款，你改造成功，一定要让我看一下，知道吗？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，我也想看那个拌面改造成机甲款是什么样子的。最近那些商场搞活动啊，拍宣传片啊，不知道为什么特别的喜欢那个。今年可能流行什么赛博朋克风吧，因为好多那个商场宣传拍宣传片的时候都要求这种风格。我就想，咦，难道赛博朋克已经变成流行款了吗？啊，他给的文案也特别有意思，说什么小姐姐骑了一辆特别飒的机车，然后开车到商场那边，然后开始新的一天，然后整个视频要求特别的硬气，特别的赛博朋克，就那种画风。但是他那个直白的话语让我 想象无能。我现在全身纳到画面里了吗？我怕我，因为我现在屏幕是一片黑，所以我不太清楚我现在人走到哪儿了。小豆豆，可能等会儿头发需要重新盘一下，好像有点松了。蒙面舞王的那几个头壳，因为我没有去看，可以去复习一下。啊，我都能上首页了，就凭我，那真是很惊喜啊！喜欢宝石蓝还是宝石红？机甲风，我喜欢黑色的那种线条感。GRP 用我用的年头比较久啊，所以我就
说不出来具体的店家，因为我光顾的店家太多了。什么什么叫我今天这么妖娆？还有你当年的气息，你当年是有多骚？有没有照片证明一下？洛阳，洛阳下雨下可大可大可大了，还打雷。这件衣服是皮太滑了，它跟皮之间摩擦力特别小，所以肩带容易下来。半透明乳胶配头壳的直播，我明天直播交易，我想穿那件黑色的。嗯，行吧，你们要想看的话，那我们明天播那个透明拼色的那款好了。嗯，那应该是大数据永远的神，买买买买买，呵呵，都是有大宝贝的妹子是吗？对啊，有一件拼色的半透明的，透明跟黑色拼的，那明天播那一件好了，如果我能穿得上的话。今天没有播头壳，今天是播的白色的皮，然后这样全包皮。明天我们播胶衣配那个防毒面具好了。那个店家我已经让他接过一段了。今天没有录屏。全包的防毒面具也是黑的吗？防毒面具我之前没有让你们见一下吗？你们之前应该见过，我播过一次。然后我现在手边也没有食物，明天我得去找找，得翻一下柜子，翻一下香香。这个是一体的吗？对，这个是一体的。戴上头套瞅瞅，你干巴巴对主播说：“主播，你跳个舞给我看看。”哪个主播会理你啊？对吧？穿皮睡觉没毛病啊！我都喜欢穿皮睡觉。我的猫，你想看吗？我一个个肥的跟猪一样。那只猪应该是找不到了，但是我能给你找只小的。你跳个舞我看看吧。哦，我不是跳舞专业户，你让我跳的话，我可能不太好，不好。来，来只猫猫让我玩玩。钱钱，过来。刚刚还着急出来，现在也出来。钱钱。这是在朋友那儿捡的猫，也最近也在给它找领养。明天大概几点？明天快的话8-9点，慢的话你就10点11点，都说不准。有什么单独的头套吗？睡觉包脸吗？睡觉可以包，也可以不包，看当时的气候还有一些其他原因。不过最好是包脸，然后开空调，我喜欢空调温度开低一点。最近每天都有直播了哈，最近我尽量，因为我要恢复那个上次不是被扣分了嘛，我这两天经常直播一下，然后哪怕是划水的没有意义的直播，就那个。多播一播。嘿，给大家打个招呼吧，钱钱。嘿嘿嘿，没睡醒呢，单纯的没睡醒。
单纯的没有睡醒呀。前天可乖了。他最近一直特别想出来，一直没让他出来。嘿，醒了吗？我又睡着了。对对对对，是橘。现在但是前天的花纹特别好看。就是桑桑的小眼神。嗯，猫开心的时候都会呼噜。是只公猫，它未来会很胖的，它现在才5个月大，5、6个月，体型很小，不跟我家的猫似的，都一个胖跟猪一样。好，好，好，好了吗？咱真就睡着了。嗯，这个猫脾气很好，它都不伸爪子的，就是它脾气很好很好。我们猜测应该是走丢了的宠物猫，反正从捡回来到现在都没有伸过爪子。好了，睡着了。它才5、6个月，就是猫1岁以后才会掉毛，它现阶段还是绒毛，绒毛的话是不会掉的。OK， 小可爱，回去睡觉吧。去给家里猫倒点猫粮。马格戴森，醒了之后就老想出去玩。既然让我播150分钟，150分钟的话就是2.5个小时。戴森吸尘器，我用了另一款的吸尘器，不知道叫不叫戴森，反正是有吸尘器。嗯，带上阳台捡的那两只有6只了，6只猫了。就是猫猫的乐园。他真的太高看我了，他竟然一天让我播150分钟，
好难呀，要不干脆放弃算了。做口罩，做口罩，缝纫机声音太大呀。你们想看也行呀。东西收一收，把缝纫机拿过来。怎么才能不经意间暗示让对象去玩这个？当然先给他买一个好看的头壳呀，因为他好像就是说两150分钟，反正我看上面主播任务上写了150分钟。怎么让对象去玩这个东西？当然想先得让妹子产生兴趣。怎么产生兴趣呢？先给她买一个漂亮的头壳。这是我的缝纫机。就是普通的家用型缝纫机。一个人挺好的，嗯，其实我是不反对那种一个人过一辈子的那种想法的，但是只能说因人而异吧。就是我是不太喜欢家里老人们天天对着我说什么，你要是不结婚，你一个人，你以后老了死了，尸体臭了都没人发现。你都死了，你尸体臭不臭？有什么关系吗？为什么要让人发现啊？做个口罩吧。如果我学会做口罩，我就给你们发福利。第一步，第二步找一些好看的面料，好看的布。拿一小块试一试，后面三角架上是头模，用来织头壳和假发的，人头，外面再套一层皮。然后翻开教程，看一下口罩怎么做。后面那个是前几天刚看的，你们真的够够的。找一块30×30的布，4×4次。
剪成圆形。拜拜，扛不住了，早点睡。我这边也在等时长。嗯？什么萨日朗？剪成一个圆形。有人来王者吗？带分。买瓜买了个生瓜蛋，啊哈，什么呀？哦，不行不行。不行，这个需要里秤，里秤我没有拿。啊，这头壳保亡吗？这头壳，怎么说呢？啊，这头壳保真。我靠，这句话为什么听起来那么耳熟？不是有个卖瓜的说你这瓜保熟吗？这是啥来的？为什么我天天？最近老是听见周围的人，周围的那些宅男们老是讨论这个梗，但是我愣是没听懂这个梗是干嘛的。好了，不说了，那个什么，魔兽世界，走起！毕竟要播150分钟。拜拜，都早点睡，我是睡醒了才播的，你们那些没睡的人该睡还是早点睡的，为什么不录屏呢？因为觉得录屏没意义。不戴头壳，我现在要开启我的魔兽世界了，我们艾泽拉斯见，就先调整一下。这样，说我好像忘了点啥，嘿嘿，刚刚好像视频没有调整好，玩魔兽的人都30了，我没有，骗人，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30？好，早点睡，明天再来。我都洗好，把它亮起来了。录屏播放量也不会差，我是圈那点播放量的人吗？对吧？魔兽世界，魔兽世界。哦，那我把我自己放在这个位置，然后给我的魔兽打开。
就一拍照就行了，穿来直播，直播怎么了？你觉得直播不方便吗？还是怎么样？大胆说出你的想法。卡住了？卡了吗？现在？啊，你没卡吗？热死人哦！空调是永远的神。账号都忘了，你看能找回不能？不卡，那就是他自己的问题，那跟我们无关。我游戏时间还剩9天，他们最近版本刚开了毒蛇神殿，然后一直在打毒蛇。哎，等我去把我的内衬拿回来，要不然口罩它没有衬，它太软了，撑不起来。叫添加，改一下分区，改成魔兽世界，然后添加窗口。然后把窗口小一点，给我换个位置。啊，你是第一个说我瘦了的人啊，夸你。几个意思？我放这个就好了。这个亏好萌，就是一直觉得魔兽世界衣服不怎么好看，人也不怎么好看，但是这个亏真的好萌。魔兽世界是点卡游戏，啊，月卡，它不是点卡，它改了。啊，经典的术士头盔。它现在毒蛇神殿已经开了，因为你接下来肯定需要去刷风暴跟毒蛇的，但是我干不动了，真的，太干了他们。他们不死人，F14了，哎，你们先打完吧，毕竟看都已经熬到毕业了，不是，都已经熬到满级了，还能玩一玩，就日常也不是很干，就日常玩一玩。FF14 太那个什么，你要重新起号的话还觉得有点干不动了，这个不是一个世界的东西，对吗？原神怎么跟这个比呢？原神，魔兽他最近在干那个活动嘛，就是那个啤酒节，然后干那个坐骑。